今天啊，这棚里温度比较高，我看看，整个看这个现在这个，像这一棵，这个枝叶这已经萎捏了，这个温度比较高。哎呀，我看一下现在这个温度有多高了，这个温度计啊，一看不是太清，32.7度。这刚早上8点，哎，这个现在高温，对这个，特别就是这个番茄一大考验，因为基本上超过就是33度、34度，基本上它这个番茄叶片毛孔都闭合了，都不再就是工作了。但是你没办法呀，这个温度高，我们上面这棉被。摇到就是10点才会放半棚，因为现在你没有好的光照，它这个品质都不会去好。这批果个都已经看着成色都很漂亮。装了几箱了姐？你这中午几点下班？10点半。你下班的时候给老吴说，在这边没在落这边，在降温了。另外，你这边再多补水。你再带水的时候，那杯子里稍微放点盐。温度高的时候，就是盐分容易流失了，咱身体不舒服，一定要多补盐。